四家麦当劳的估值竟比不过一家路边摊，还在全球开了300多家店，每天顾客爆满。他究竟做了什么？他卖的是健康汉堡，他的所有食材都是天然有机的，比如汉堡只用 100% 无添加饲料喂养的安格斯牛肉，搭配有机生菜、有机番茄，消除年轻人对健康的负罪感，再盖上一片诱人芝士，直接俘获吃货。每天现切新鲜土豆做薯条，就连冰淇淋、牛奶都持有绿色食品商标，给快餐贴上绿色标签，让他把价格卖到麦当劳的2倍。由于所有的食物都要现点现做，门外常常大排长龙，但他却有一大高招，让顾客心甘情愿的等待。监控控制排队窗口，一旦人数过多，就立马开辟新的点餐窗口，把排队时长控制在半小时。当然，他还会邀请乐队、话剧演员来活跃气氛。这种排队营销让 Shake Shack 的名声越来越响，如今一年能卖出6亿美元。你觉得国内也能学吗？